着手一杯五一杯，也袂当安慰着阮的心内。你不该不该欺骗阮的爱，为你耽误好将来。我跟你讲，你听，我真正武大郎。你看我这个新冠就知影，我做排名啊！你敢知我做排名啊？你讲啊，你讲你有新冠有百倍，我百倍啊！你倒位百倍，我倒落就百倍啊！免断，你看。安尼有百倍，有百倍啊！迄、那个孟婆，嘿，才百五尔，徛在你边啊，跟你差不多，你安尼有百倍？你卖乌白讲，一直讲哦，乱乱讲哦。到时卡声哦，和你讲较开花哦。你莫跟我讲生笑啦，我嘛无跟你讲生笑。你敢知影我即马心情偌歹？偌歹，有遮尼歹哦。你和我讲完我的代数啦。你讲，你敢知影我偌歹命？安怎歹命？阮某偷客遐个，阮某偷客遐，佮偷鬼装个，偷到大家毕表兄弟个。啊，你佮无大劲哦。你敢知我哪死的？啊哪死？我是去用下药啊偷死的，你敢知？哎呦，足无写字的，足无写字，足无写字。你，你甲我安慰的，当较细力的无？我袂想那不倒的。就等下，你的小，你的小饼吼，还是你的帽啊？好啦，拿来今仔日就来替武大郎呢来。平反他的冤屈，好不好？去，吃阿伯啊！你叫谁？去把潘金莲给押起来。又听潘金莲。我袂得志，潘金莲，好，金莲，小丹呢？阿毛，我先问你，恁家唱歌遮厉害，演戏那厉害啦？蔡志平，好，潘金莲，我要问你，今仔日你要认罪无？我要认什么罪？伊讲你个偷袭，个偷袭，个逃课中，我想到，我想到。我来讲吼，你这个武大郎吼，你甲我骗婚呐！讲吼相亲的时阵，讲你什么百八公分呐？我看你是108公分呐！啊，你讲啊，是不是108公分，还是1.08公分？你讲啊！你讲！讲啊！甲我骗哦，骗婚骗婚呐！阿哥我阿哥我，我哥我阿伯讲完，什么外伤吼？这是什么全世界第一名的这个经销商啦，吼，把我骗啦！你等下，台叔你遐你小看者，伊拢啥了我袂讲，你小看者。外商企业总裁，阿姨都拢把我骗嘛，所以我自己啊。人家唱歌为什么演你演个你啊？我强强要挡袂掉啊！我外商企业总裁把我骗，骗讲伊厝内面贵爷爷贵爷爷。我哪有甲骗呐？有等下，我先讲。无你听无，到底你有骗人讲你是足厉害的，迄、那个做头路的，足侪钱的，啊！你全世界拢有经销有啊无？我无甲骗啊！无你讲来，招来。啊，我确实就是外商企业的总裁嘛。你拄仔无看我摕迄人出来，迄是我的小饼啊。小饼、欸。你看即卖意大利迄个马可波罗，迄就是我出口出口。